当夕照落下，夜色升起时，放牧老街才正流星飞梭的发光。在越南持续前进并融合新旧多元的时代，餐饮业也蕴含了许多能量与潜力。如果你是法越混血美食爱好者，千万别错过这优秀的餐厅 The Garrick， 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享受一顿高品质的晚餐。位于放牧老街街角的 The Garrick， 在 TripAdvisor 多达3500间的古知名餐厅中排名前20。走进 The Garrick，深色的装潢与低调柔和的灯光显得温暖与优雅。关上门后，酒吧街的喧嚣隔绝于外，完全不用担心被嘈杂的音乐打扰用餐的情绪。Amuse Bouche 在法语指的是给嘴巴的娱乐，他们是厨师在正餐前为食客们准备的精致小点。The Garlic 的 Amuse Bouche 实在是很调皮啊，吃着盘中像从大路口美味的小玩意，真的蛮五味杂陈的。这是来自泰国出名的东洋贡汤，是一道酸辣虾汤。汤里的材料主要以虾、海鲜为主。在法越特色融合餐厅吃到泰式海鲜汤，觉得无违和，非常好喝开胃。这三种开胃菜搭配起来很平衡美味，食材新鲜，调味适中。南棒胡椒炒沙拉放在最后吃，可以爽口的迎接下一道料理。 The Garrick 也有提供优惠的按摩店家合作方案，让客人在排队候位或用晚餐时可以去放松一下。看这菜名就知道又到了餐饮时间，柔软温润的炸糯米卷包覆着鸡肉内馅，口感滑嫩美味。这是菜单上没有提到的套餐小品之一，吃起来的口感介于冰淇淋与冰沙之间，莓果口味。在主菜上菜之前洗涤一下味觉。肉鲜嫩多汁，富有弹性。豆子虽然没有到达顶级牛肉的华丽，但至少也有 choice 的崎岖里面的前段班。以这个套餐价位来说，我觉得 CP 值非常高。鲈鱼鲜甜滑嫩，料理的恰到好处，搭配百香果酱，很有亚热带的风味，非常美味的完美搭配。这一餐没有让人失望，从前菜、主餐到点心，每一道菜上桌都让人惊艳，连视觉摆盘都如此讲究，更别说对口味的要求。随桌人员十分亲切贴心，随时注意客人的需求，用完餐后也有礼的询问是否有不合口味的地方，让人感觉店家是真的在意每一位客人的感受。总结的 Garlic 是一间优质的创意料理餐厅，餐点融合西式及粤式料理风格，不仅有特色，也十分美味。服务与食物的质量，以价格来说非常实在。晚上套餐每人800台币起跳，就可以享受到顶级餐厅的水准。我们是 SN 星球，出门就是旅行。我们下周再会。